先看谁？看黑帮夫人。黑帮夫人，嗯、哦，那就是吴以前喽。你真的，我吐了啦！身材最好最辣的那个。没搞错，没搞错。你看他的腰。哦，而且左文轩是黑帮，被黑帮女儿。奇男演技王，奇男帮首先登场，他们要听说是要吃很精彩的甜品。嗯，哦，银耳露，哎，咸银耳露啊，不，酸吧，醋精银耳露，醋精哦，醋坏掉的银耳露啊，醋精银耳露，想先看谁？看黑帮夫人，黑帮夫人，哦，那是吴以前喽。身材最好最辣的那个，没搞错，没搞错。你看他的腰，哦，因为左文轩是黑帮，被黑帮女儿，他是黑帮夫人，是老娘先来了，走错路线了吧？我们要黑帮女儿，哦，女儿，女儿先吗？哦，哇，两齐，是不是加这个？你赶快吃，我都提神了。哎呦，请！哇哦哇！黑帮黑帮黑帮！不行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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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不要了。哇，多喝一点哦，才会长大哦。哦，不像，真的好像黑帮夫人。妈妈，吃相这么难看。你是在憋尿是吧？你说下面扭来扭去干什么？扭来扭去干什么？厕所有人。厕所。你再演我就踹你。你硬了吗？我看得越来越拳头硬了，拳头我看得越来越硬了。来，最后一位，黑帮的小女儿。小女，我快吐了。走了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好讨厌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是黑帮小女人吗？好了，谁？你觉得谁是要正常的？看不出破绽哎！啊，你也看不出破绽？你看眼睛有张开来吗？你也很过分。我是演员。你看有在观察吗？有。好，这样好了，你怀疑谁吃到正常？卓文萱。哦，你反而觉得他吃到正常的、啊？嗯，因为他吃了两口。我们就每天都吃两口啊。好多了，哎，哦，应该是我特别看，都没有在看，我们就只有在看他，所以你认为两个男的都吃到了，就我先故意演的，好像有，故意还喝水，像，嗯，我觉得可，对，也有可能，好难哦。那你怀疑谁吃到正常的？就是觉得哪两个？文轩或那个吴秉辰啊，吴师傅啊，吴师傅，等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帅不能抠鼻子，哎，这不帅哦。你这是思考不一样。如果思考到非常重度焦灼的状态，这样，你一下想不到答案。不是你在思考的时候你会忘我。你要想，你要把衣服换回来。我不要，老张，我真不要。你冷静，拜托，你今天这么帅，你干嘛？来，筛选，输人自己决定，来。我们要有一个代表出去喝，好好，剪刀，你决定就好了。要有一个代表出去喝，你最帅，你决定。冷静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徐凯莹，剪刀石头布布，剪刀石头布布。好了，哇，交给你了。左边两个，
中间，是周文轩，文轩是不是？不确定哦，哎，我刚是吃这个，哎，转过去，慢点，就坚强勇敢的吃，都是嘛，他真的超怕的，还是在不怕酸，正常的，哎呦，耶、yeah!。演得很好，但是有点太好了，演得太好，而且后面还喝水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我真的被自己口水呛。我们吃，我们吃。怎么个什么挤进去吧？这怎么挤啊，师傅？直接淋在那个干杯上面，直接压吗？淋在就是先把盖子拿起来。啊，对，盖拿起来，然后就挤进去，挤上去。